方晓，哼，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和我们吴乡掌门比武。就算论辈分，你跟我的辈分也差了半辈。哼，这让我何其武来会会你。 何其武，我倒听说了。 你自创了一套72路夺命剑法，是以快为长。我今天就想跟你比试一下，看看究竟是你的夺命剑快，还是我飞鹰剑快。也好，就让我的72路夺命剑法跟你的飞鹰剑法比一比，也算是圆满。好。 来吧！他的剑法是慢腾腾的，没想到来了一个硬碰硬，畅快！再来！ 方晓，今天到此罢了。何其武，内伤未愈。你有伤，还与我硬碰硬，我敬你是条汉子。等你养好了伤，我再来武当山会你。告辞。 明朝末年，号称疏勒贝勒的努尔哈赤，征服了建州五部，一面打击海西女真，一面全力进攻东海野人女真。此时的努尔哈赤表面归顺大明，向万历皇帝朝贡宣誓效忠，暗地里却厉兵秣马，壮大势力。站好了，羊肉。 过来看看啊！来，老板，来块肉。好。羊肉，肉骨羊肉。来买嘛！上好的长白山干货，不买后悔啊！哎，大姐来两个。有我香有甜的打糕。这是打糕。打糕原来是这样做的。看起来一定很好吃。是啊。看看豆子。来点米糊。上等的啊！ 来，这个豆子你看怎么样？北方的豆子就是好啊，哎，都是新打下来的。来点吧，哎，您看看这个米，新打的。这个的集市好热闹啊！是啊。大胆古棒的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怎么了？他踢我呢。莫非这孩子单于？来看一看啊！查干湖的胖子王们，你想不想吃？又鲜又美的胖子王，查干湖的胖子王，还是买点吧。来看看鱼，来看看鱼，不要，贵。一个人解馋，两个人解饿，值了。走。哎，兄弟，哎，兄弟，来一条查干湖的大胖子，哎，又鲜又美，随便挑，来一条。不要一条，要一段。来一段。对，哎。 好嘞，这儿怎么样？不好意思，我没带那么多钱，能不能再少一点？兄弟，这个你就不会吃了。这查干湖的大胖头啊，就得吃这个头。再少点，再少点。对，这儿怎么样？再少点，再少点。对，兄弟，你玩我呢吧？那行吧，你指哪儿我剁哪儿，行吧？ 兄弟，这再落下去就案板了，就它了。这儿对，好了。来，拿着吧，不要钱了。谢谢。看，多新鲜的鱼翅啊！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于燕，你陪我来到这个蛮荒之地，让你受苦了。等过了这个严冬，就会好起来的。我会出去好好做事，保准把你和孩子当佛供起来的，也不会让你和孩子再受苦了。嗯。小妹，你这鸽子好漂亮啊！嗯，这是信鸽。信鸽，它还可以送信啊？当然啦，多远都能送到。这鸽子太可爱了，如果我们也有一只，就可以给家里送信了。又想家了？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它很好看。嗯，看你那么喜欢，让你抱抱它吧。 好啊，小心点儿。好好看啊！鸽子！ 你的鸽子，谢谢。鸽子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吧？别怕。闪开，闪开！看人了，别惹事啊！找死啊你！敢动我们霍普托将军的海东青，还你！走，站住！你先过去。这样就走了吗？走吧，给我拿下！没事，别怕。 过分了！现在我宣布，贝勒爷的手谕，2月初2，苏子河畔举行比武大会，诚招天下武士参与者，持牛皮令为证。来，过去看看。前3甲者可觐见疏勒贝勒，头名封金鼎勇士，赏黄金100两，牛羊各500头；二名可得黄金50两，牛羊300头。 三等赏黄金20两，牛羊100头。这又是黄金又是牛羊，贝勒爷这次可真是下血本了。这他娘都能买下整个黑虎镇了，就冲着大把赏金，我也得去凑个热闹。哎，这钱哪是好拿的？若是闯关不成，怕是这赏金啊就成卖命钱喽。首先得功夫好，我参加，我参加。 胡图安哥哥。 2月初2，为了在苏子河畔举行比武大会。好啊，知道了。2月初2，去苏子河畔参加比武大会。比武，好！索伦大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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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索伦大侠！索伦大侠！索伦大侠！努尔哈赤将在2月初2苏子河畔举行比武大会。比武，好！给我们建州四虎露脸了！眼下，我37军出城。 急需要扩张兵力。这次比武，你们尽可招募天下勇士为我所用，以图大业。我等必鼎力协助贝勒，完成宏图大业。如今大明没落，宦官当道，百姓民不聊生，贝勒爷应该替天行道，取大明而代之。中原武林高手如云，其中以武当为群雄之首，备受天下仰慕。想必这次武当弟子也会来参加吧？ 的恩典，此我武当贬了。升贬仪式开始。升贬。天地玄黄，无量天。 将老头，今天我东方晓，就是为了我师父玄真子来此赴这30年之约。中原武林向来轻视关外勇士，只怕不会来参加吧？这中原武林，乃是我三旗军攻克大明最大的障碍。遥想当年。 大明初建之时，就是以中原武林为先锋，摧城拔寨，直取中军首级。若没有他们帮助，明军的胜负犹未可知啊！眼下吾当屹立于中原武林之上，明军屡次与我交手，其中不乏武当弟子，尤其是一些武当门人。 暗地里四处替官府打探消息，哼！所以这个武当，贝勒也放心，我已布下天罗地网，只要中原武林敢来参加，我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当年玄真人来武当挑战家师金光真人，由于辈分的原因。 无以出手，而由我代劳。我只是侥幸胜了玄真人一招，可不曾想，玄真人性格刚烈，在家师面前自刎。可惜呀，可惜。可是。 他老人家不管怎么样，都死在你们武当山上。今日，我就要在你们众武林门人面前，让你们看看，我飞鹰剑胜过你们武当剑。无量天尊，至乐无乐，至欲无欲。 试问，今日你即便胜了我武当剑，以后你又要干什么呢？先胜了你再说。张晓。哼，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和我们吴乡掌门比武。就算论辈分，你跟我的辈分也差了半辈。哼，这让我何其武来会会你！ 何其武，我倒听说了，你自创了一套72路夺命剑法，是以快为长。我今天就想跟你比试一下，看看究竟是你的夺命剑快，还是我飞鹰剑快。也好，就让我的72路夺命剑法。 跟你的飞鹰剑法比一比，也算是圆满。好，来吧！他的剑法是慢腾腾的，没想到来了一个硬碰硬，畅快！再来！ 张晓，今天到此罢了。何其武内伤未愈，你有伤，还与我硬碰硬，我敬你是条汉子。等你养好了伤，我再来武当山会你。告辞。 你去歇会儿吧，啊！什么曲儿？这可是咱们建州当下最受宠的小曲儿。啊，好听。来，老爷子，干一个，干一个，好。 我帮你啊！小布，干什么呢？我走了，别你！我还喝多，把我绑起来！你喝多，绑着绑着。 你们干什么呢？我没喝多，往桌子上！你们要干什么？我没喝多，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们绑我干什么？啊！这帮猎户喝多了就这德行，累了吧？要不我跟掌柜的说，先送你回去。 不用，我自己能回去。现在客人这么多，你还是安心干活吧。你一个人能行吗？行啊，我走慢一点。路上小心点啊！麻烦带一下。 给你带点吃的回去。嗯。干杯！ 属下眼拙，不知贝勒为何如此看重武当？最看重武当的，不是我努尔哈赤，而是大明皇帝。武当乃大明的家庙，金鼎是万历骗天骗地的道场。区区武当，就算高人无数，毕竟肉身凡胎。 敌不过我大军的弓箭火炮，贝勒为何如此发愁？武当一派乃中原武林的领袖，其追随者无数，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将来都是我三旗军的劲敌呀！若能把武当紧紧地抓在手里，断了大明与上天的通道，关上了他的南天门，各位试想一下。 这大明还会是条龙吗？非也。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如瓮中之鳖，任我们鱼肉啦！啊！对呀，干杯！干杯！大明气数已尽了。 金鼎河，这武当就交给你了。是。雨夜。 你是？这可真是的，才走了1年多，连你师叔都不认识了啊！师叔，无忌师叔，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还傻笑什么？招呼师叔进屋。 好，好，好，快进屋。慢点。来，师叔，您先坐，我来生火。这屋里可冷了。师叔，我爹和大师兄他们都好吗？我这一年多啊，想给他们写信，但又怕我爹生气。我爹他还生我跟金氏的气吗？ 师叔，你倒是说话呀！哦，挺好的，挺好的。嗯，燕子啊，身孕几个月了？都7个月了。哦，放心吧，师叔，我们在这里都挺好的。挺好的，这还挺好的。 能有家里好吗？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您是知道我的。只要可以和金氏在一起，吃糠咽菜我都不怕。燕子，别忙活了，师叔有事跟你说。 过来，怎么了，师叔？是家里出事了吗？还是我爹出事了？没有，家里挺好的，你爹也挺好的。我这次来呀，是受吴相掌门和你爹的委托，让你们回去。 真的？嗯，我爹同意我们回去。你爹说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你是他亲女儿，他还能跟你记仇啊？我爹最疼的还是我，只怪我当初任性，违背了他定下的规矩。 还辜负了大师兄一片心意，烙下画饼让江湖人耻笑。这一年多来，我爹肯定不开心。可不是咋的，当初你和耿京世甩手那么一走，把所有的麻烦都甩给你爹了，他得多难呐！ 都是我不好，我让我爹丢脸。别哭了，别哭了，小心动了胎气。 耿兄，你是郭璞？郭璞老弟，真的是你啊！你怎么来了？啊？这个是给你嫂子带的吃的，实在对不起，抱歉，抱歉啊！不当是。嗯，你怎么这身打扮？ 莫非投到了努尔哈赤帐下？哎，这边说。燕子，我走了。您喝完水再走啊？不喝了。啊，我就在镇子里的那个客栈等你们。 你俩收拾一下，明儿一早咱就启程。哦，你慢点走。当年家父为了追踪一起早年的血案，独自来到辽东，多年没有音信。令尊是大名鼎鼎的七星剑客郭东来，遭遇耳闻。老弟，你可有寻到郭老的下落？查到一些零星的线索，但是现在最让我担心的不是贾府，而是努尔哈赤。此话怎讲？我化名霍普托，在记帐下已经隐匿3年。我发现努尔哈赤是一个野心极强的人，他一旦统一了女真，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大明无疑。 想不到努尔哈赤竟有如此野心。哎，是啊。哎，耿兄，你是如何来到此地的？说来惭愧，我和玉燕是私逃出来的。玉燕师姐，就是那个……她不是和大师兄早就订有婚约吗？的确如此。我和玉燕。 自幼长大，早生情愫，怎奈师父执意把玉燕许配给了大师兄，无奈才逃到这蛮荒之地啊！看来你们这一路上受了不少苦啊！我想和玉燕隐姓埋名，离开武林，可如今生活困顿，玉燕又怀有身孕。耿兄，有任何困难，尽管跟我说。 我准备参加比武大会，等拿到了赏金，我就带着玉燕远走高飞。唉，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努尔哈赤花了血本操办比武，怎么能拿银子白白送人呢？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会见机行事的。好吧。此番前去苏子河畔，路途遥远，这耙詬就送给耿兄代步吧。 后会有期，多谢兄弟。保重，保重。丁氏，哎，你怎么还没睡？等你啊。什么事这么高兴？有吗？没有啊。怎么没有？来，我给你松松脚啊。来，慢点啊。说吧，到底什么事？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无极师叔来了。无极师叔？嗯。他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师叔都说了，我爹早就不生气了。再说了，咱们回去还给他带个外孙，他高兴都来不及呢。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如今我们如此落魄，又何脸回去见师父？难道你不想回家吗？想。我也想。尤其是今天见到师叔以后，我就更想我爹了，就想早点回去看看。 好，都依你。但是今天太晚了，我们先早些歇息，明早再收拾启程，好吗？好。一想到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我就怕我高兴的会睡不着。睡吧。分析这头狼，好。再说了，等孩子生下来，我怎能让他母子跟着我一同受苦？至于武当，是万万不能回的。罢了，先拿了赏金再说，大不了到时候携妻儿远走高飞。 雨燕，你转告师叔，请他先行回家，我们稍后就到。你在家安心等待我几日，待比武大会事毕，拿了赏金和牛羊，我定当和你一起衣锦还乡，风风光光的向师父赔罪。可惜呀，这是头离了群的孤狼，轻而易举。 就被金鼎和的手下猎获了。这头狼就像我们建州三卫，聚则神形毕现，分则肉散魂消，遭人分而食之。可怜呐！诸位。 我三七军要紧紧地拧成一股绳索，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能让人分而食之。我等愿与贝勒爷生死同在，与贝勒爷同在。我等誓与贝勒生死相随。哈哈哈哈哈哈！来，我们吃肉喝酒，来喝，干杯！ 干杯！敬杯了！敬杯了！来，燕子，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其实他跑了，他跑去参加努尔哈赤的比武大会。啊！没事吧？没事。杀！操！操！操！弟兄们，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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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了。闯关怎么样了？有数十名武士，已经闯过了第一关。好，要多多留意中原武士。遵命。嗯。来，弟兄们，背了起来，干，干，干！贝勒，武士怎么样了？有几个关内中原人与我们的塞外之鹰一同闯上关来。好，不论关内关外，无论什么民族，谁得头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我所用，与我女真共谋大业。走，走，看看去。是。 闯关成功！按照此前的约定，闯关成功者赏100斤。多谢贝勒爷，多谢贝勒爷。嗯，且慢，诸位，凡领走赏金者，就是我建州三旗的金鼎武士了。 贝勒爷，我们是来比武的，可不是来归降的。听着，索伦，你不归降于我，恐怕这赏金你是有命拿，无命花呀。此话怎讲？你索伦部落武士不过100人，吞掉你易如反掌。今日你若归顺于我。 便可以得到保护。少说废话，索伦大哥代表部族参加闯关，就是为了这赏金，想让我们归顺，休想！这狼成不了犬，早晚都是祸害。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们女真人是不会拿黄金送给敌人的。大哥，如果你们今天归降，我们黄金奉上；如果敢抵抗，他就是下场。金鼎河，你还我兄弟命！住手！ 伦，你那兄弟命薄，怪不得别人。我送你100名3七军做兄弟，如何呀？谁稀罕你呢？草包小卒！我实话告诉你，你今天降也得降，不降也得降。 想让我索伦效力，你得给我3003七军，2箱黄金，牛羊1000头。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赏金翻倍。 还有什么想法呀？越位贝勒爷赴汤蹈火！越位贝勒爷赴汤蹈火！虎头安格格，女中豪杰啊！看来，你们几位是注定与我为敌了。预备，放！ 索伦，还等什么？给我上！上！ Yeah!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啊？在下耿二。耿二，耿二兄，我努尔哈赤是爱才之人，今日你若肯归顺于我，我便奉你为上宾。草民来比武，只为赏金而来。这些银两，你早晚会花光的。 你若肯伴我左右，忠贞不二，我定保你此生荣华富贵。大明乃我故土，落叶归根。你可知道，大明已不久矣。今日你就是回到关内，又能怎样？早晚还不使我女真的臣民。你的野心，路人皆知。 既然早晚都要兵戈相见，即便我今日战死，也恕难从命。大胆！哼，想死还不容易吗？即便我死，也必会有人还今日这一剑。好，那本王就等着你这一剑。 愚忠之人，师叔，京士，快走！ 师叔，师叔，胡吉长，走。贝勒爷，那道士便是武当第一高手，无极。那个耿二，又是个什么人呢？那是武当年轻一辈中最出色的高手，名叫耿京师。他是唯一一个接受过无极与无相两大长老同时点拨过的武当俗家弟子。 今天放走了耿京士、无极，后患无穷。济乃是武当四大长老之一。今天我本想用武当无极掌除其不义，将其击杀，没想到这老道武功如此深厚，反倒使我受伤。今日过招，他必定会怀疑我的身份，必须尽快除掉。不单单是无极，所有武当，一个不留。 主放心，耿二虽然愚忠，但却一身傲骨。他不肯对我屈膝，倒令我钦佩。我很看重这个年轻人，啊，得想个法子，让他尽快归顺于我。对了，我有一个想法。 可以让他心甘情愿地归顺我们。说来听听，我们派人在关内关外放出口风，就说他已经归降于我们，受封金顶侍卫。这样，武当山上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会排挤，甚至追杀耿京氏。第二，我们杀掉所有武当在辽东的奸细，把责任全部推给他，让他众叛亲离，走投无路。 只能乖乖的来归顺我部。江湖事，江湖了。你是灵雪阁阁主，此事就由你全定夺。来，慢点啊。 慢点，师叔。来，小心啊！来，师叔，坐。 师叔，您没事吧？没事，不碍事，不碍事。我在这儿打坐疗伤，你快去收拾行李，带上玉燕，咱们赶快启程回武当。可是叔叔您，快走，快走，行，快走，那我速去速回。 耿兄，耿兄，郭璞兄弟，努尔哈赤要对你和无极道长下手，此地不宜久留，请速速离开。我收拾一下，马上就走。还有一事，小弟将返回京城述职，日后可凭此信来找我。无极道长呢？他受伤了，在客栈疗伤。啊，快去接于燕姐吧。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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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是你。 你怎么全身都是血？你受伤了？啊，没事。哎，家里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躲在那里？谁让你去比武了？你出事了我怎么办？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你就丢下我不管了是吗？ 我怎么可能丢下你呢？我实在是不想让你再过苦日子了。我寻思着，赢了比武，拿了赏金，可以让你跟孩子过上好日子。那如果你死了呢？那我怎么办？我还活吗？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此事我慢慢再跟你解释吧，我们得赶快走了，这里很危险。那师叔呢？师叔在客栈等我们，快点收拾收拾，快！这个就不拿了，等回了家，什么都有。 走，走吧。这是怎么了？京师啊，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刚才那个黑衣人又来了，我一直在想啊，此人身在努尔哈赤帐下，用的却是武当无极掌。无极掌，无极掌是咱武当不传之秘籍呀，他怎么会用呢？难道咱们武当有内奸？内奸？ 是不是一事是说？我们得快走。愚人，无极长老，我们又见面了。这是我们贝勒爷 送给你们的赏金，希望你们能够收下，否则放我妻儿！死而不亡者受，只可惜欲咽肚子里的孩子了。师叔，我和金氏今日与您共生死， 对我爹也算是一个交代。不识抬举，那我就成全你们！你敢！胡团，你敢背叛我！上！多谢，快走！给我追！是。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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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都给我上马追！快！